人人都想不负代价而杀死对方，暗器就产生了。一时间，从朝廷到武力，皆放下正统兵器，纷纷追逐这种冷兵器时代效率最高的杀人方式。血滴子的出现。 更是将暗器阴毒狠得特制，逼向高潮。我是一名当朝锦衣卫的正三品，性命对我而言就是空气。 直到我遇到了仲裁堂，遇到了冯仲判。这是沈冰凉的八卦剑，这是朱天王的弯刀。沈冰凉和朱天王昨日比武，无人旁观，结果两败俱伤。 据我推测，沈冰凉一剑刺中朱天王的胸口，这一招看似八卦剑中的气贯长虹。中原，豫州也，武术元气之地，饱受暗器之苦的武者们为正本清源求得正统，纷纷聚此成立，一个以弘扬正统、驱除血统为理念的武林仲裁堂横空出世。堂规确定，十八般兵器为正统。 他垒为协同，暗器则是协同之官。使用者不仅会受到严惩，更要逐出武林。仲裁组织的最高位阶为仲判，由仲裁们掌控。仲裁堂制定规则的理据是什么？经多轮武功比拼，以恶扬善，及各门派质询后，胜出者担任，其权威得到众武者的拥护。何为恶？何为善？排己排他即为恶，仅己亲他即为善。 何为正道？何为旁门左道？武功切磋，正面攻防为君子所为，为正道；而背后投掷暗器者，属于旁门左道，乃小人之所为。为何要行正道，去旁门左道？使用正道取胜者，令输者心悦诚服，积怨积散；而使用旁门左道取胜者，使输者心中不服，积怨加深。化为恶念，主以更加邪恶之举，还治其人之身。 循环往复，终至恶念丛生，人人自危。故一个真正的习武者，除了强身修性之外，还需承担起传道之重任。此道乃为正道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找到原本的我。朱天王身中一箭，取胜无望，垂死一击。以飞刀暗器偷袭，
朱天王杀死了沈冰凉，朱天王擅使飞刀，众人皆知。两年前就曾以飞刀伤人，后来被仲裁堂施以警告。这把飞刀形制独特，正是朱天王专用。 叶仲长，你怎么看？回重判，朱天王和沈冰凉比武，首先发出暗器的不是朱天王，而是沈冰凉。胡说！我们根本就没有暗器。我说的暗器，就是这把剑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当然有证据。仲裁堂对暗器有明确的规定。 凡趁人不备投掷伤人兵器，都可称为暗器。难道不是吗？叶仲长，你有什么证据，说是沈冰凉首先偷袭？大家来看第一个证据，请看二人的伤口。沈冰凉身上，除了三处飞刀伤，还有17道浅伤。 都是弯刀所致，而朱天王身上只有一处致命的剑伤，这说明沈冰凉根本就不是朱天王的对手，而朱天王技不如人，暗器伤人的理由在这里不成立。第二个证据，这是我在现场找回的脚印。 这行脚印步伐均匀稳定，说明人并未受伤。脚印的尽头有一滩血迹，朱天王就死在这里。而离这里最近的黑色脚印也在一丈开外，也就是说，沈冰凉的剑如果在手里，是根本刺不到他的。朱天王的伤是从背后到前胸的贯穿伤，剑是从背后刺入的，应该是。 隔空投掷。最后一个证据，这把飞刀是插在沈冰凉的左前臂，这是典型的防御伤。可据我所知，沈冰凉正是左手持剑，对吗？如果手中有剑。 你会用手臂去挡飞刀吗？全部的过程就是这样。沈冰凉根本就不是朱天王的对手，只得采取偷袭之路，而朱天王以飞刀反击，只是为了自保。 不过，因为那一剑刺穿了他的心脏，投出三把飞刀之后，他也力竭而亡。好，大家认为叶仲察所说如何呀？就算叶仲察断得属实，但沈冰凉背身投剑之为，只是等同行了暗器之事。 而朱天王的飞刀不是等同，它本身就是暗器，双方的功能不能混同。我建议，双方罪责抵消，不当之为，交由各派掌门自行处置。同意陈仲裁裁决。同意，同意裁决。同意，同意裁决。好，等等。 众人皆知，菜刀可以用来切菜，也可以用来杀人。关键是使用者的企图心，兵器也是同理。狡辩，菜刀当然是用来切菜的，而飞刀就是用来暗杀他人的，是绝对的暗器。怎么能说与用途无关呢？把明器暗器以道德划分，其结果必影响人的好恶。
怀好恶之心，评断是非，必偏离真相，让真正怀有恶念之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。你说谁是恶念之人？叶仲茶，不要指桑骂槐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指桑骂槐啊！你说清楚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说清楚，你说清楚，我没错。叶仲茶，你的职责只是断案，如何裁决由仲裁们来定。定裁。是。一个小小的仲茶竟敢跟陈仲裁分庭抗礼，真是狂妄之极。我真是看不惯这个姓叶的一副自以为是的嘴脸。站在本门派的利益，我是希望沈冰凉是受害者，但是叶仲茶的论断确实无懈可击。无懈可击个屁，还不是因为仲判罩着他，否则他就是个屁。你竟敢替他说话。你不知道他曾经是朝廷的鹰犬，后来还被锦衣卫追杀，要没有仲判收留他，他早就见阎王去了。你敢使用暗器？哎，这怎么能是暗器呢？只不过是个笔筒罢了。哎哎，别再跟我讲什么企图心之类的。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不过说真的，你的武功又精进了。嗯，你的武功可生疏多了。嗨嗨嗨是什么意思？嗨就是害了，叹口气而已。难道叹口气非得有什么意思吗？难怪你讨不到老婆。掩饰，绝对是掩饰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是武功精不精进的问题，你这就是打住打住打住。也赖我嘴欠，非得害这么一声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害就是害了。卤猪蹄儿，怎么样？这可是我花了三个时辰才卤出来的。这次按你的意思，多放了胡椒。哎，走，喝两杯去。哎，啊，改天啊，我今天还有事，你自己慢慢享用啊。什么改天啊？有什么事儿？一定是没事儿。啊？哎，又来了是不是？哎，哎，你真走啊？对了，藏锋。要是哪天我暴尸荒野的话，你可得替我做主啊。好，我一定把你大卸八块。交友不慎。不慎呐。哎，熊大哥。嗯。叶大哥。啊，冯大人找你。
唐风啊，你是不是对今天堂上的裁定心生不满啊？大人，我只是疑惑，仲裁堂不是以道义为本吗？理念和实际是不同的。大人，哎，不急，不急，慢慢就懂了。杀人凶手是自己投案的，还是个女的，现在正关在仲裁堂里。这是谁下的手啊？下手这么厉害？你做的？当然，你曾说过谁也不能来这儿，我一来就把他围上了。叶仲长，叶仲长，你一定要为我师兄做主啊！他死得好惨。节哀。侯仲长，节哀呀。你们还不快滚！逼害了叶仲长做甚？是。是谁第一个发现尸体的？是个老汉，当时死者是仰面躺着的。哎，我这有详细笔录。不用。他的剑呢？没找到，我估计他应该是没带兵器。300两，他带这么多银子干什么？难道比武还赌钱？收好。是。不是。再走。
别动，应该就是这个体位了。你们两个回避一下。是是。把身子转过来，我要验伤。你没有听到我的话吗？让我看看你的手。把衣服穿上吧。征故前写下遗书，生命若有不测，只愿托与叶藏锋调查。为了安抚故者的心愿，叶仲长，你可以开始了。是，报上你的姓名、门派。林春雨，没有门派。你的武功暗器是何人所授？我爹。报上你爹的门派、姓名。林铁怀。我知道是谁。啊，原来是那个老贼呀！哼，林老贼七年前曾和我师兄交过手，用暗器偷袭我师兄，险些伤了我师兄的性命，后来被仲裁堂严惩，砍去了左手。你是不服仲裁堂裁定，给老贼报仇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说。对对对，你就是来报仇的，来报仇的，快说，你就是来报仇的，说说说说，快点说，说说说说说。确有此事啊，叶仲长，你那时候还没到仲裁堂呢。林家的暗器。传到林铁怀这儿也有百年了吧。因为林铁怀折损了左手，
做暗器的本事算是废了，你是想替你爹出这口恶气？明着誓约熊云征比武，其实是想暗中施以暗算，对吗？这不是比武，是暗杀。我请求仲裁堂必须对他施以最严重的惩罚。杀人偿命！对，杀人偿命！对，杀人偿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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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人
他在明，我在暗，偷袭，简直没有廉耻，暗器伤人，毫无愧色，人心不古，武德尽失。陈仲才说得好啊，把发射钢珠的暗器拿来。你确定是这把吗？不是这把，你在撒谎。叶仲茶，你把我师兄比作猪头，是不是太失敬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云峥情同手足，没有人比我更敬重他。你。你看仔细了，猪的头骨与人的头骨最像，懂吗？三日之内定能找到真正的暗器，你有把握吗？实话说，没有。可是，你在堂上说，如果三日之内找不到那件暗器，你就要离开宇宙。堂上可无戏言呐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让云峥早日入土为安。你真觉得林春雨不是凶手？我说过吗？我猜你是这么想的，若不是他杀的，那就一定是他爹杀的了。听说林铁怀的暗器很厉害的。你还会回锦衣卫吗？大人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哈哈，随便问问。他曾经用丧魂钉打伤了熊大哥，这玩意儿很难躲过。要是我……哎呀，哎，等等我，叶大哥。叶大哥，他不会是暗器吧？你盯着他的手，就能躲过暗器。真的？哎，去叫门。嗯。在下叶藏锋，仲裁堂仲茶。我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啊，
你知道我们要来啊？武林中的坏消息总是传得很快。前辈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不必了，行云峥是我杀的，小女是替我顶罪。是吗？在何处？用什么暗器？等换回了小女，我都告诉你。可我现在就要知道。我这只断手时时刻刻在提醒我，谁是我的仇人？你敢说人不是我杀的？或许也不是你家小女所杀的。那是谁杀的？前辈，你想救你女儿吗？你说呢？你看这把伞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也是暗器。对，伞头可以打出五枚钢针。那也是令爱所致喽。是啊，他娘死得早，跟着我长大的，养得不像个闺女，打小就喜欢做这些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还挺香。哎，叶大哥。这是小女的私物，让我看看。这个，就是女子梳头用的，放回去吧。啊，前辈，你再带我看看打钢珠的暗器吧。嗯，袖剑、笛子、弹弓、连弩。前辈，有没有什么人在你这儿定做过暗器？那都是一些什么人呢？当然是那些自己不会做暗器的人。名门正派。
以前见过林铁怀吗？当然，在堂上。叶大哥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随便问问。你先回去，我进去看看。是。叶仲茶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大家练练身手，有何不可呀？练身手？是的，我们就是要拿这个歹人练练身手。我告诉你，仲裁堂裁决之前，他就不是歹人。叶三丰。叶桑峰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白眼狼啊！想当年你被锦衣卫追杀，要不是众叛收留了你，你能入得了这名门正派？你能进得了这仲裁堂吗？到头来你还是个旁门左道的东西，这一切你都忘了吗？旁门左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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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门左道算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臭屎！侯仲茶，没必要这样吧。我现在不是仲茶，我是青云派的二当家的。我想请教一下锦衣卫鹰爪的毒招。叶三丰，你这算是正式宣布和名门正派为敌了吗？叶藏锋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旁门左道是要遭报应的。叶藏锋，干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在此吵闹，成何体统？陈仲裁，我等前来请师兄的遗体回家，和叶仲茶起了点冲突。不过现在没事了。嗯，都散了吧。陈仲裁，仲裁之前，尸体还是要留在堂上。
叶仲长，让他们抬回去吧。对熊仲才是个敬意，对他的门人也是个安慰。啊，是。谢陈仲才，我青云派从明日起开设灵堂，接受武林八方好友吊唁。旁门左道之人就不必去了。重交。修罗飞刀，修字少一书。前辈，这几张图我要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。嗯，拿去吧。嗯。这麻绳倒是我们这儿的，可是您说的这位姑娘我真记不得了，每天到我们这儿来买胭脂水粉的、绸缎布匹的多了去了。于掌柜，你再帮我回忆一下，她当时有可能买的是一个发射钢珠的暗器。暗器？嗯。您是武林中人吧？我们这儿可不让卖那个东西，官家不让。白带了这么多银子。哎，客官留步。您可认识青云派的掌门熊云征？熟吗？那可太好了，你们武林中人路子广，您能替我给熊掌门捎个话吗？什么话？啊，是这样，前些时啊，熊掌门让我替他代买一件东西，本来呢他是要给银子，可是打开一看呢，这东西坏了。熊掌门说修好了才能给银子。他让你带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我可真不知道，是海外的商队带回来的。嗯，这么大的一个盒子，值白银300两。300两，他带这么多银子干什么？熊大哥离去，我豫州武林从此少了一根中流砥柱，灭了一盏指路明灯，
让我等兄弟们今后听何人教诲，向何处前行。各位武林好友，我青云派刚刚被当朝皇上钦定为72名门98正派之一，师兄他就青云派还受了黄风，真厉害。每朝斗风交银子即可。哦，站住，追，快点，快追，快追。师兄生前对我说过，若有一天他先走了，让我一定扛起青云派这面大旗。只要我侯云峰有一口气在，陈总裁来了。陈仲裁，我们请陈仲裁，不，请陈仲判给我们讲几句。陈仲判，陈仲判，陈仲判，陈仲判。云蒸诗集，你写的？嗯。哎呀，老兄啊，我以为你只会卤猪蹄儿呢。近朱者赤嘛，啊？说实话，在仲裁堂，除了仲判，只有你一个人不把我当成异类。这叫做啊，物以类聚。来，喝了喝酒。物以类聚，修好了，明晚见。修字少一书，苏三郎，怎么，我替仲判来祭拜熊大哥不行吗？那您跑什么呀？他追得跟夺命鬼似的，我能不跑吗？我你们下去吧。是是。
纸条是你写的吧？修好的是什么东西？暗器，对吗？云峥为什么要找你修暗器呢？因为你是豫州第一巧手，别人修不了的，你可以修。你给云峥开什么价？300两，对吗？也许你为的不是这300两，你要的就是这个时机。等待交货之时，暗器杀人，对吗？可是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自己投案呢？你要说多少遍，人就是我杀的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我可以相信你，就算人是你杀的，暗器呢？根本就没有什么暗器，你这样查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女子，不但精通旁门左道，竟然还会易容术。易容术用的虫胶，其气味骗得了别人，但骗不了我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以前是锦衣卫正三品，学的就是旁门左道，其中一门就是易容术。风来春夜雨，哎，这说的不会就是林春雨吧？难道他们俩不会吧？怎么可能呢？看来你早就知道了。干什么？林前辈，我是来赔罪的。五年了，还赔的什么罪？是晚了点儿，我用了5年时间才想通了一些事情。我以前都错了。丫头，关门送客。爹，什么人啊？出去！前辈，出去！云前辈，云前辈！我爹说，你用了5年的时间才想通了一些事，到底想通了什么？在看了好多书之后才明白，第一把青铜剑铸成的时候也被斥为异类，因为之前用刀才是正统。我和我爹也一直认为，我们的暗器也是武林正统。
我也这么认为。真的？你想要和我爹说的就是这些？嗯。轻点，别吵醒我爹。你真的喜欢暗器啊？对啊，你想，什么样的功夫能打到那么远的东西？暗器可以。可你是名门正派，还是仲裁堂的人，这么说会不会有点大逆不道啊？其实我早就不当自己是名门正派了，跟他们在一起，满口武林正统。其实整日装腔作势，累得很。和我在一起，不累吗？不累。我的暗器可是都被你看过了，以后你就没什么可看的了吧？其实我最想看的是你。这么乱，哎，叶大哥，哎，叶大哥，这老家伙，他跑哪儿去了？你看，这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哎，叶大哥。他不会卷了东西跑了吧？我看林前辈一定是被别人绑走了。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那里，除了车辙，至少还有三种脚印。我记得林前辈跟我说过，那把伞至少可以射出五枚钢针。这只有四根啊。那一根钢针肯定是在绑走他的人身上。谁会绑走他呢？
真能保证我女儿没事？当然，我早就找好了替死鬼。你屋子里的暗器都是我花钱做的，可你总做些平常货。即啃食面部肌肉骨骼。叶仲察，叶仲察，你的魂儿丢了吗？这是刚从猪窝里跑出来的吧？好了，叶仲察，三天的期限已到，你所办此案可有结果呀？回大人，没有结果。暗器呢？没有找到。就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新的发现倒是有一个，林春雨的父亲林铁怀被人绑走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林铁怀与此案有关？我不能确定，但少了林铁怀，此事终究无法水落石出。大人，我想请仲裁堂再给我几日。够了，仲裁堂已经破例给了你三日，你还有脸再要几日？难道你忘记了你的承诺了吗？没有兑现承诺，损失的是个人颜面，而误判不仅失去的是对王者的公道，更是纵容真正的凶手继续作恶。我现在有七成把握，真正的凶手不是林春雨。叶藏锋，你和我清源派有仇是吗？你三番五次替杀人凶手说话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叶藏锋，你听着，我侯云峰今天代表我师兄，代表青云派，免了你对我师兄的责任。你若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定和你性命相搏。那就请仲判大人裁定吧。仲判，林春雨必死，乃中原武林人心所向。林春雨必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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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女林春雨使用暗器杀了熊云峥，按照仲裁堂的规定，必须交给青云派任意处置。侯云峰，人你可以带走了。谢众判明断。定裁。各位武林好友，我青云派今晚会设下感恩宴，告慰我师兄在天之灵，恭请各位前来。明日为师兄出殡，我就在师兄坟前处置了这个贱人。混账！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像一只老鼠，偷偷摸摸，鬼鬼祟祟？你看你还像个武士吗？真正的武者应该立于天地。Thank you.
杀人的凶手不是林春雨。哦，大人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大人，我已经查明，杀人者是陈龙川。你是说易容？没错，易容。真是荒唐啊，苍风啊，你不能单凭臆测就去断案，得有铁证啊。大人，铁证只有林春雨一个人知道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请大人收回裁定，重新羁押林春雨，我要单独审他。苍风啊，你说一个好的重判除了武功和修为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大人一直教导我，道义比天大。哎，那是场面上的话，我想听你的真心话。大人，这难道不是您的真心话吗？一个过去杀人不眨眼的锦衣卫，说出道义二字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苍风啊，今天咱们关上门，说点心里话。你知道何为制衡吗？其实啊，在武林既有虎豹，又有牛羊，虎豹伤了牛羊，单靠仲裁堂一根鞭子是绝对阻拦不住的。最正确的办法，就是把那些受伤的牛羊交给虎豹去吃，只有这样才能保全那些没有受伤的牛羊，这就叫制衡，你明白吗？大人，这就是您的真心话？当然了，你不会还有妇人之仁吧？多谢大人当年收留了我。您早些休息，晚辈告退。大郎，叶大哥，你快开门呀！叶大哥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快开门！咱们真的不管林春雨了吗？那明天真的让他们杀了林春雨吗？叶大哥，你这个懦夫，懦夫！我将来再也不想做什么重茶了。师父，您这激将法也太狠了吧。狠吗？三郎，你不懂啊，不狠怎么能够见心性呢？
去哪儿？回仲裁堂吗？不是，出去之后你可以自便。走。用不着。死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知道你跟云峥的事，知道你们相好。那又怎样？我也知道人不是你杀的，所以你不该死。跟我走。你放手！熊云峥，他确实是我杀死的。你走吧。你听我说。我不听。你必须听。云峥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为了他以死相许，他会很感激。但是你要为他冤死，他一定不会安宁。你想他不安宁吗？你以为付出你的性命就能救你爹吗？他们还想怎么样？他们可是答应过我的，他们还想怎么样？林前辈他已经给你爹买块好墓地吧。嗯，陈仲裁，陈仲裁请。多谢陈仲裁赏光。好，喝吧。是怎么死的？叶苍风，你他娘的什么意思？我的好兄弟云峥是怎么死的？
第一巧手可不是白当的。你说这东西能打多远？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只要留神都能躲过。来，金大侠，那我可就真打了。 幸亏啊，我没对着你。师兄，你来干什么？师兄，你怎么和林铁怀的女儿在一起？你糊涂啊！
陈仲裁，这件事情你未免管得有点太多了吧。我管的不是这件事，我管的是那件事。刚才我亲眼见到了他的威力，熊仲裁，我知道你一直对暗器是深感兴趣，但私下玩玩也就罢了，可我眼见你是越陷越深呢。前段日子我听说你打探出海商队的事，就知道你要出大事。果然你弄了这么个东西来，此物可非寻常的凶器，它沾染了海外的妖邪，乃大凶之气。你如果把它引入我中原武林，一旦流传开来，迟早要出大事，我中原武林将遭灭顶之灾。陈仲裁，你错了。如果我们武林始终将此物拒之门外的话，那才真的会有灭顶之灾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为了星云派的前途，您不能这样做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不行，师兄，师兄，我让你放开。师兄，放手。不行，不行，放手，放开，放开。看见了吧，就是这个小贱人杀了你师兄。熊大哥，熊大哥，熊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熊大哥。他们本来也想把我给杀了。你这个贱人，杀了我师兄，我要杀了你！可是他说姓叶的是条疯狗，擅长从死人身上寻找蛛丝马迹，与其这样，倒不如让活人严守秘密来得牢靠。他们以我爹的性命要挟我，要我到仲裁堂自首。一口咬定是为父报仇，再暗算了熊大哥。我与熊大哥的感情虽然断子，但是智力他因我而死。你这是在侍奉他吗？是啊，一直到他醒来。论罪责，他死有余辜，你为什么还要救他？没有人生下来就是恶人，更何况恶是除不尽的，只能越除越恶呀。恶人就是恶人，必须除尽。三郎，
大人，这就是你说的制衡吗？你说是，那就是吧。大人，你一直在利用我，是吧？于掌柜，哟，您来了。你们上次武林出的那件大事，我都听说了，也是因为这个，我生意大好。这不，就那东西，我订出几百件了。就是能打钢珠的那个吧？对啊。那都是一些什么人订的呢？都是武林当中的大门大户，有的上来就订十把。我现在是薄利多销，一把我只卖180两。昨天商队刚刚到货，您跟我看看去来。您想要吗？我送您两把。不用。于掌柜，哎，我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。您说。我需要一张离开这里的船票。船票？哎，那太好办了，2个时辰以后就有一艘船离岸。有劳，我马上给您办这事去。